个小门车停车，这是个门廊，看看走过来，这是一个客厅。Chris, go get the luggage. Yeah, I'm just having a look around at all the cups and glasses. 然后这里是一个卧室。卫生间。然后一个卫生间，一个卧室。外面是泳池。然后这里还有一间主卧。哎，看人家给我准备的香槟，给我准备的什么蜜月，这还能出去好像。储衣间，哇，这么大个卫生间。太好了，太美了。